走，今天带大家去搜一个铁箱子。走了，开始出发了。现在装车回家啦。如是谁的韶华，疯狂的人一家带着欢呀。我希望去过自由啊。现在我们到服务区了，准备加点水和尿素。水箱里面没有水了。这里好像是自动加水的哈。你在想什么？开始加水了。我们这种小型的那种货车加不了很多水的，水箱比较小。现在加完水了，我们准备回家了。今天这个高压黄龙柜呢，我们是花了6000块钱，加上一些铝线，还有两三台的电箱，总共呢我们花了有26000。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要等着我们去干，那就是把它们全都拆出来，看一下就是拆出来能不能赚点生活费哈。刚刚咱们下完货出来的快点，好命的是快点水，主要是太晚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杰，今天来到了中山古镇。去年很可惜啊，一场大火把这一排最古老的就是吊脚楼几乎给烧没了，仅剩就是最前面的这几栋。吃饭吗？吃吧。一根要辣椒，一根不要辣椒。好，老街最著名的就是这种烟熏豆腐，还有这个糍粑。这里面糍粑里面主要是那个黄豆面或者白糖。好香呀，软软糯糯的。人间一场烟火，你曾盛开过，可惜人在西陵。这条古色古香的长廊充满着南宋时期的建筑风韵，每一根柱子上面都刻着不同时期的爱情诗歌，流传着11个美好而浪漫的爱情故事。吮吸河畔川渝木楼，
充满着古镇的人间烟火气。现在已经过去不了了，还在修建。刚刚问了镇里的，就是当地的居民，他们说有望在国庆节可能会把它修建出来，但是要完全展示出来的话，可能要到过年了。30个小时啊，我就往里挑一下。30个小时噶，这个是快刀噶。对，插花也可以，干花水花都可以噻。插花也可以哈。对。哎，这快刀还要得，我记得。你插花也空一瓶子，插水花就。这个都是以前那种啊，对啊，都是碗瓢盆那种，放在这上面噶。对，这个你是挂在厨房头，挂在厨房头，装点姜啊、蒜啦、花椒啊，还是外头的。这个来要的。这个是放筷子的，不是放你那个的。这个拱桥下面还可以乘凉，这还有那种以前的那种老椅子，好舒服呀。南宋的清溪龙洞题刻记载，中山古镇约有近千年的历史，历史悠长。我相信古镇一定会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我觉得这个石板糍粑真的很好吃，我准备带几块回去。烤好嘞。要个两块嘛，然后没有烤好的拿个三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杰，今天花了20块钱买了一串鸭子，晚上弄顿好吃的。想念吗？不追不赶，慢慢走回家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，没牵挂，只有我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，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，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收获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，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，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，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，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，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
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，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，其实我过得还可以。